是你呀、啊！你来得正好，就让你在死前见识一下，龙之丹田吧！吸收全天下的邪气，就能得到无上的丹药非常感谢你，想必袁将军也会大为喜悦。当平定乱世之英雄现身于世，将心高悬于夜空，璀璨夺目。小女虽忧虑天下苍生，却无驰骋疆场之武勇，唯有借观星得星宿之启示，以窥见未来。小女
只愿从旁守望，避免星宿所示之英雄误入歧途。愿天上的星宿亦为汝指引一条光明的前路。如此一来，京师百姓就得救了。我等这便返回复命吧。联军已然一盘散沙，眼下可谓是名存实亡，人终究是自私自利的呀。无论何种情形都难以改变。真是惨不忍睹。师父，这次是难免，襄阳似乎已被邪气笼罩，但也不能对丹药做事不管，董卓就交给老朽和红晶来应付，汝速速动身前往襄阳如何？